多像世界冠军斯坦福学霸，多才多艺，视野开阔，有思想，情商高，高颜值。18岁的谷爱凌集于一身。当有记者问到她成功的秘诀，网友直呼我和奥运冠军的共同点。我做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我喜欢做，但是我有一个秘密武器。我的秘密武器是从小我就每个小时每天晚上要睡10个小时的觉。本来吃牛肉饭都已经快哭了，然后吃点饺子香酥，因为我们吃这个烤鸭，我每年就是期待回来吃这个烤鸭，香脆哇！我觉得哇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一直对，所以我刚开始就已经说哇，我是你的大粉丝，因为我一直特别感兴趣，然后加出来了，先感兴趣压。反正特别多，我跟你说，吃饭我就是长大想当一名美食家，就是评论吃的那种。我奶奶正在教我红烧肉啊。最关注美丽是有力量，是有自信，和是健康。我看到我身边太多的危险性限制吃饭，因为想要瘦，想漂亮，3公里、5公里都跑不了，因为就是能量不够，吃的东西不够，一点太阳都没有晒过的，这不是漂亮，因为不是健康。尤其作为年轻人，最好是所有东西都试一下，这个是只有你真的去热爱一件事情才会。